好，看看呢。通常啊，因为是小男生，所以你们在开的时候，他可能很容易就是直接喷到你脸上之类的。哦，稍微烫一下哈，皱褶的地方都要把它擦一擦。哦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不然很容易红屁屁。嗯，擦完后检查一下哈，其实刚打，所以说还蛮干净的。他身上毛那么多是正常的？胎毛。哦。嘿，对，小 baby 全部都是这样，脸啊、身体啊都是。那肚脐的那个，这个是脐带，等它掉，那就是持续消毒而已。消毒你们会吗？还不会。有没有要学洗澡啊？有。要是不是？好，那如果说我看问一下，今天方便吗？还是说可能再比较好一点？等它好一点。明天之类，好。好。通常脐带消毒啊，就是根部你抓着，然后我们会有棉汁伸进去哦，不是在这个表皮哦，是在里面，好、要伸进去消，它不会痛，可是会觉得怪怪的，会不太舒服，可是它不会痛。嗯，对，通常在洗澡的时候还会再教你们，好、就是要到底要怎么清，通常你这样拨开都是没有关系，不要用力去扯就好。好，哎，它掉就很漂亮。掉的话应该就是像我们肚脐一样，对啊，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掉了以后上面会有一些息肉之类，那倒是还没关系。那